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在我耳边回荡着。我们的室友进行了那个扔铅球和跳远的项目，我们关系很好的，很铁的，那么所以我们就是整了一些工具啊，去为他加一些罐瓢盆，经常看到的唢呐，然后我们又吹不响了，然后就找到了一些那个体型比较彪壮的一些人来吹响他吧，现在就是主要想为他加油啊，也想增加一下友情，活动一下气氛。现场其他运动员也是眼前一亮吧，虽然没有得到前三名，但也是跳出他最远的成绩。